clueless. Maybe I'm blind, thinking I can see through this. 这边是车库吗？我的刀把这个打开了。我知道，那这里面铺地毯干什么？车库里面也铺了地毯。对对，这是车库地毯。车库为什么要铺地毯呢？这个啊，这都都大家，对，我都不知道他们铺了也铺了吧？跟着铺的。我为什么铺呢？下面才能弄脏了，这样子掩盖一点。而且是直接通屋子里面，这些全都这边生产的。啊，喷水。啊。这两个门多少钱了？这个两个门5000一个。5000一个。啊、不要换算。不知不觉就想换算，已经被止住了，我都还没出口。这个门到时候一钻就是一个别墅，很舒服啊。它直接就开进来了。嗯。How long have you been here? 3 years. From India? Yeah. 3 years. 3 years. Same as my friend. Yeah. this house you are working here? Yeah. 2 years? No. 1 year? No. Just this few days? Yeah. Okay. So come here 3 years.Always taking the work the same like this, for construction, for building the house. Okay. The whole family come here? No. Only you? Yeah. But you have skill, huh? You're engineering. How about here? You all know how to build? No. Or only the yacht? Only the yacht.Okay. Only the gardening. Only the gardening. Yeah. 他们只做这个园林建筑的，房子不是他们建的。来了3年了，就他们一个人了。他们过来这边就是麻烦吗？It's very easy for you to come here, or you should got some very difficult visa or stamp or whatever. No, but we spend lots of money to come here. You spend lots of money. Yeah.Maybe how much one person? $1.5 million Indian rupees. $1.5 million rupees? Yeah. Indian. Indian rupees, yes, I know. Yeah. $1.5 million. Yeah. 150万卢币，每个人过来就是过来务工嘛。And this $1.5 million, you can stay here for how many years? For 5 years. 5 years. Yeah. For working permit. Yeah. No. 2 years study. 2 years study. And 3 years working permit.Okay. And the remaining 1 year? Sorry? 2 years working a study permit. Yeah, 2 years study permit. And 2 year? 3 years work permit. 2 year work. 2 plus 2, that's 4. No, 3 years work. 3 years, oh, okay. Yeah. Okay, so this is the third year here. Yeah. No, that's the first year of work. The first year, I mean the third year you are here. Yeah. 他说150万，只要150万印度卢币过来嘛，过来然后可以那个5年待在这边，两年学习，然后这是他们开始工作的第一年，剩下3年可以干活。这个钱是给政府的，肯定他们当地就要做这个签证什么的。工作签证可能是一种费用。对。Today we will go to Sanjay Han. Try this restaurant. Oh.Which place are you from? India. Punjab. Punjab. All you are the same hometown. Same. The same place. Yeah. Not brother. But village. The same village. Yeah, same village. Oh. 他们能留下来吗？So after 5 years, you should go back, or you can try to stay.Yeah, you can apply for residency or something like that. You can apply for residency. Yeah. Okay. Yeah. It's easy. Oh. No. But some of your friends, maybe some of them, they are passing already 5 years or 6 years. Yeah. You didn't ask them. Inquiries from them. 这样属于大的。这属于大的。它雨下不长啊，哎，它一阵一阵都是，它因为它不是上面飘过云彩，就看见是去一直下雨的云彩。是不是说这边人也不打伞的？没人打伞。你不打伞？大伞就中国人。对啊，看刚才那个遛狗的还在那边。没打伞。这边很奇怪，每人一条，每家一条狗。这个是我感觉，洋人是几乎叫每家都是一条狗。
就是，我那个时候去塞尔维亚也是一样，然后呢，然后我想我一直对我老婆说，我自己都伺候不了，还伺候她，你说呢？还拿个塑料袋屁股擦，捡个屎。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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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把那个拿。哪个？我说去非洲晒的还没恢复。你看我们晒的，你看我们晒的还厉害。那这边就说中国人会比较多哈，这边对中国人，因为然后呢，其他是其实欧裔比较多，欧裔比较多哈。这边是就是欧裔就是欧洲移民，哎对、嗯，就是欧洲移民可能后代。一般咱们这边就是成首先有毛利人嘛，是不是？毛利人，然后欧洲移民啊，他们是叫新西兰人还是叫欧裔 ？Kiwi。Kiwi 就出生在这里就是 Kiwi、啊、中国人出生在这里也是 Kiwi 对、啊、就是一种鸟、哦啊、Kiwi bird Kiwi 鸟哎 Kiwi Kiwi fruit 哎 Kiwi fruit 奇异果就中奇异果原产在中国对这个一定要讲一下这是中国的猕猴桃在这边它疯狂起来了他们改进了然后我有个朋友买了22公斤的 Kiwi 果园没人干活然后就只能自己我们到时候跟他说我们以工换书哎我也带你去见识一下你们去 Q 果园我都对啊因为现在不是让他以工换书那个在上面发布一下有个 help 对 holiday 啊就是有很多人是 holiday working holiday 嘛对 working holiday working holiday 抢换一下哦那个也是中国人也是要出钱买都抢空哎对我们好像一年只有1000哎1000个你说1000个怎么可能呢对、嗯、就是每个地方工作不超过三个月然后你换那个地方哎你往这边走好这边走不是秦恒啊这边走嘛你那个家具放在外面吧外面都放完了哦放完了就放里面了放上面哦放上面哦行不行我要帮你不用我自己来来没事我自己来吧你这里面进去我不给你刮回来放心不是你进去啊不哦可以我自己弄没有搭把手在这里使不上力量建房子呢就是轻松好玩哦弄进去是这样你说这不能叫他就是一种赚不了大钱就是你可能就是轻松一点来这边肯定就是调整了像你刚才说的那个 gap year 哎 gap year 就是临时几年调整间隔几下这样就是把这调整一下 gap 是那个代沟然后间隔那种感觉间隔间隔年对夏哥你这3年这40几岁43英语学得很快啊是吧是很溜不行你简单啊但是还可以就各方面用的都挺好少没有就问了没有什么就完全是到这边来说的有一点叫初中这边语初中这边语言环境好一些啊对语言环境好一些学得快啊他当时就自己闯过来的当时国内是尤其又做累了做的就是很累就是一拳打过去就是好像是感觉就是打在棉花就是没力气使不出力哎然后感觉再不出来闯的话就是可能会遗憾啊对遗憾正好40多岁这刚好那这么快又拼出一番产业了那这个房子到后面是通过什么渠道来去卖呢就是找中介来上市刚才不是说有一块广告费吗对广告费5000块钱人民币在4000纽币5000多纽币然后打个广告就那边那可以维持多久那个广告广告一般性不一般性接六七个周也是7、8周、6、7周这样一个周期那的卖的事儿这个中介费还要再交吗中介费是卖掉了再说卖掉了再交卖不掉不交的卖掉了刚才不是说3%的中介费对又循环一圈过来了对那反正广告公司就收那些钱嘛卖掉跟他也没关系对不收那中介费是一定要卖掉了才交的我呢比较弄的是适合中国人假草坪一般都是用真草坪我用假草坪这就是那个 staging 公司对他们就家具陈列了家具陈列你在楼上在陈列 staging 公司这他们就是专门摆家具的也是这种行业那这边房子好卖吗感觉上
怎么样？价格嘛，你如果要200万的话，这房子今天就卖掉了啊，你就是还是只大概有个行情价，然后可能多个几万或者少个几万这样子，就有个波动。房子这里是永远缺的，因为这里是移民国家，缺，移民国家缺，来人就要买，来人就要买，你来一个四个人就要买套房子。对，会不会这市区里面这些土地基本上都差不多？基本都没有，基本买老的房子，拆掉建新房子。因为老的房子肯定没有，没有空地没有了，空地基本上很少看见。有没有向周边发展？周边有新区啊，有新区。但是新区呢有个缺点，就是你比如说在市区上班的话，你新区买的话，交通会很麻烦。交通很麻烦啊，上班比较麻烦。地铁什么的没地铁，没有地铁，说了不讲，完全没有。公车也很慢，我看了，然后一天反正很悠哉的看，就好了。而且他们这边司机都是一天换个公司，换个车子，换的非常频繁。哦，谢谢，贝拉打电话给我的，谢谢。对，好，拜拜。拆房子就拆房子啊？我这个房子是没拆掉，直接撇成两半，移走了。他可能移到别的地方。刚才路上有看到一个，那底下有那个铁架子啊，就是整个房子，他们这边要动房子，整个房子直接移动。那这个也可以。这个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个有这个有的搬家，这个有那个地基的地基了。那个老房子是没有地基的，全是一根根柱子。那是别人支付你钱还是你支付？别人支付我钱。卖了多少？买15000，相当于买走了。一栋15000。对对。我就收入15000，其实这个房子就相当于清理掉。对对对，那还行。本来你还得请人拆了。幸亏对你说，幸亏是1926年的，如果1920年就完了，不能拆，那就完了。那你这个肯定早就不不，这个当时我也吓了一跳。后来才知道。对对对，不知道，当时不知道。我来了第四个月就买的。当时拍卖。20年那些房子怎么办？啊，20年那些。那只能加建，装修一下了。装修一下。那整个房子搬走呗，不行，他也不行，就是那边有一个人，他我没拆掉，把他烧掉了，他不能搬，不能拆嘛，烧掉了。然后政府他说你重新找一个一模一样的放在那里，所以说出来一定要大家小心，还是要找专业人士，不要去轻易去下手。我有些东西我的也是一这种坑一进去，你买个老房子这边住，然后他那个中国人他就以为就是你不能让我拆，那我就烧了吧。然后一把我烧掉了，然后一模一样的给我办。然后你政府他说你把找一个一模一样的，这也不现实吧？那最后总有个中间办法。那就没办法，这边的就这样子。他因为他是历史建筑，有文化的就绝对不能拆。那这个确实应该找来了之后，如果买房子应该找哪？找比如说我买房子还是找比较律师，比如说专业一点的那个中介人士比较就是，还去那个就是探讨一下，总归。就是来，但是就是记住，还是要挂一个问号，什么东西？因为这么东西出来嘛，多了解，肯定有坑的嘛啊。然后我有个朋友在那个小区买一栋房子，他说把它扒了，盖两层。好了，那小区的规定就是，太多人就设定就只能建一层啊。这个都是说一定要就是自己就完善怎么去，所有这些那个条条框框翻清楚了。对，那律师的费用一般？律师费用你看，一般性我们找的话，弄个title，弄个就是那个。那个就是房产转移的话，大概在1000左右，1000纽币左右。这个之前律师费有说过。对。然后具体你就咨询他，看他时间，他可能工作5个小时多少钱。那这边律师费倒是不贵。不贵。咨询的话是论按小时。按小时，基本上都按小时。那一般一小时多少？这个我估计一小时一百多嘛，可能看律师的。他整体处理一套文件下来，倒是只要1000多。对，这个已经系统化的。对对对对，这反正这个你找了，经常找一个律师的话，就是很简单，就是他会不会那个？如果找一个，比如是碰到你，比如说真打真的上法庭的那种大律师的话，我这个倒肯定好几个。Don't put your blame on me.